节目是一台晚会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，它就像什么呢？像你家房子上的梁，杀猪菜里的肠，鸡蛋里的黄，和姑爷心里的丈母娘，有命啊！所以我有幸请到了两位超级大腕，为大家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。话说呢，这两位大腕腊月二十三应该已经上天了啊，不应该已经上飞机了，但是呢这都快大年三十了，这人还是看不着，看来这腕儿就是腕儿啊。闪开闪开闪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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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开，你走开，闪闪闪闪闪，你在这扒拉谁呢？管着吗？嗯，有请苏老师。孙老师，孙老师，您这是干嘛去啊？常老师不是没来呢吗？常老师两分钟以后就来了。那我两分半以后再来。哎呀，别呀，别呀！哎呀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他不来。哎呦，哎，常老师，可倒把你盼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这孙老师干嘛呢？哦，孙老师两分半以后再回来。那我就三分钟以后再来。哎，别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孙老师，咱们都不走了，都不走了啊！哎，快！哎呦，常老师！哎呀，哎呦，孙老师，久仰久仰，养不好瞎养。我给您鞠躬了，我给您作揖了，我给您打签儿了，我给您磕一个，我给您磕，你来，不是。你怎么不再客气客气了？我也跪不下。是，听说了，系鞋带都费劲哈。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大家都是腕儿，是不是？大老远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孙老师啊，我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美丽的大辽阳。我跟常老师可不一样，我经常来咱们朝阳。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家乡沈阳，都是辽宁。哎，对对对，活太多干懵了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常老师，哎，嗯，那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作品好不好？饭来了，谢谢。太好了。哎呀，导演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呀，从腊月二十三到现在啊，一口饭没吃。啊，那肯定是饿坏了呀。是是是，要不您先吃。没事没事，咱们不要妨碍工作，您说您的啊。哎，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我们来把那给我递过来。哎，好了。这个我们这个作品呢，啊，其实，就是，把那个臭豆腐帮我打来。啊，哎呦我，太好了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常老师，嗯，要不然我们先对对词儿，孙老师那边还等着呢。我没问题啊，孙老师。孙老师，对不起，这鱼，这鱼行不行？六斤七两，就他，逆水而上。好嘞，是是是。常老师吃的很朴素嘛，工作餐嘛，凑合凑合得了。你是干嘛呢？我奏乐啊。你信不信我揍你？那我干啥呀？哪儿等会儿哪儿待着，你挖去，去走。哎哎，活还没干完呢。这也太不敬业了，这演员。老师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嗯，哎呀，既然两位老师的嘴都站着呢，那我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本儿好不好？哎，好嘞，说。其实这次来呢，请二位老师，就是。嗯。中间呢，然后有我一起，最后呢，大家我们一块儿喝，站着呢，喝酒，聊酒啊，来，喝一个，干一个，真酒燎原，来敬天地啊！喝完了是不是？哎，那我继续说了啊，张老师，亮哥，接下来，时间到了。该录视频了，我这吃饭呢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他们这帮，大家好。我是演员常闪亮，
今天呢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最最好的朋友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好，是我最最好的朋友甘阳。亮哥，亮哥，嗯，肝底下还有个沟呢。好，是我最好的朋友鱼钩。亮哥，鱼羊。哎，是我最好的朋友鱼羊。对了吧？和鱼羊的结婚典礼，在这里祝他自己早生贵子。哎，亮哥，亮哥，嗯，鱼羊是个男的。不是，怎么那么麻烦？谁是鱼羊啊？很火吗？他就烦这种味儿，真是。这个，祝我的好朋友新郎和新娘于洋和于哥早生贵子，让他自己捡去吧。哎呦，瞧人多火呀！咱们就没朋友结婚吗？最近是没有，就是有要离婚的。离婚咱就不录了吧？录啊！好，这都能录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超仲，祝我的好朋友温暖和抱抱离婚快乐，就这么定了啊！老师，人家还没离呢，有的视频准离。对呀、啊，孙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！那是不快乐就不要过嘛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，不比常老师人气差吧？气人程度真是不相上下啊！孙老师，问问常老师完事儿了。哎，好嘞，我去问一下。常老师，嗯，孙老师那边问，你这边完事儿了吗？那你去问问孙老师，完事儿了没有？好，孙老师，常老师那边问，你这边完事儿了吗？别，以常老师为主。好嘞，常老师，孙老师那边说，哎，别，以常老师这边为主啊。可千万别啊，咱们还是得以孙老师为主。好嘞，嗯，孙老师，常老师那边说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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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我来不了了，你来吧，累死我了我。啊，那你就先歇会儿啊。行，我歇会儿。哎，我怎么就歇上了呢？哎，常老师，亮哥，哎，时间到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样，导演，我分析了一下，他那条鱼啊，一时半会儿先熟不了啊。给我五分钟，我忙活点事儿啊。五分钟？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干什么呀？这是。哎呀，宝宝们，你们好，来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！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不要再给我刷礼物了，对我都不知道嘉年华长什么样儿。哎呦，就长这样哈。真懂事儿、啊，来给我们榜一大哥点个关注啊！好，哎，哟，我看看这是谁要跟我连线啊？哟，这不是，这是孙老师啊？哎呦，常老师，嘿，你看看，您这是在哪儿呢？我在辽阳啊。哎呦，巧了，嗯，我在朝阳呢。嘿，沈阳，沈阳。孙老师。您看我们今天 PK 点什么呢？ PK 点什么呢？这样我们比一比谁气人。嗯，比一比谁欠销。哦，我们还是比一比谁背词背得快好不好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导演，那个这我就得说您两句了啊，这是您的不对啊，您是导演啊，是不是？您该说得说呀，我们都听您的呀，我们是来排练的呀。说的没错啊。哎，那边录结婚视频你没拦着呀，那边录离婚视频你也没拦着呀，你看你没拦着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下次二位再来辽阳的时候，沈阳。对对对对，沈阳沈阳沈阳。哎，既然二位这么想背词的话，哎，剧本呢已经发到二位的邮箱里了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早说呀，我这等半天呢。哎，我这去。哎，对，就这个就这个。哎，导演你看看，常老师，别着急别着，我怎么还关不上了呢？关不上得选人啊。选什么人？咱这排练呢，我哪能选谁啊？选程咬金。程咬金啊，程咬金啊。哎，你看我这牌出什么？你这出二，出二准没错，没错了。这个，嗯，没错。两位老师没有时间了。谁没有时间？我快完了，行不行？孙老师，孙老师不行了。谁不行？这不是这鱼，他跟我杠上了，你说滚！杠到底了，导演生气呀、啊！导演素质太低啊！导演，
玩这么半天了，咱是不是该对词儿了？哎呦，我谢谢两位老师啊！这次请二位来朝阳呢，就沈阳。对对，沈阳，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家乡。对，沈阳，甭管吃哪了。哎呀，我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呀，但是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，我必须得说呀，尤其是你啊，就是因为你，你是太过分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怎么能这么对待工作呢？人品呢？艺德呢？迟到就不说了，啊，来这就摆谱，哼，一人吃一桌，你要脸吗？真是，啊，还常老师，常老师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就这还常老师？人家尊重你，管你叫一声老师啊！这我们这，你瞅你给你忙的，哎呦，你忙到正地上了吗？我们这科技是方便生产生活的，你这样不都成了阻碍生产生活的吗？还推塔走上路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就得走下坡路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孙超仲，我告诉你，别光长体重不长修养，儒雅不是地位决定的，没有自信的人才耀武扬威呢。用那罗钩子睁开你的眼皮，看看这是哪儿？辽宁，不撸你你是腕，撸你，你是串。这发生什么了？这是发生了？这屋里还有别人吗？那给我出来，我看看。二位这么骂自己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是觉悟了吗？这是。导演，别害怕啊、嗯！我们刚才那是逗你玩呢。哎，对喽。逗我玩呢？你们这一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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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逗我玩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给你们节目组点的，犒劳你们用的。怎么才明白呢？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？这哪是惊喜呀、啊？这是惊吓呀、啊！这是。哎，知道为什么逗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你生气呀、啊、最可爱。啊？哎，来个生硬。你导演啊，其实我这个腊月23啊就坐飞机去找孙老师，我们的节目早就排好了。哎，而且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，那不仅仅是一个工作，那是施展自我的一个舞台。嗯，这个戏唱得好不好，关键得看观众叫不叫好。对喽，要不检验检验导演，给他看看。玩的地方真不少，你品你品你细品，辽宁是不是嘎嘎好？人热情怕着笑，鸡架抻面可劲儿造，穿棉袄吃雪糕，烧烤香味满街飘，酸菜要用脸盆端，海鲜直接上铁锹，说的是啥就是啥呀，没有骨味仔细挑啊！你早就晚了，以后我行了。无限畅饮喝一遍，服务员，添汤。辽东不光出草莓，只要带壳就嘎嘎肥，跟着松子笑开嘴，满嘴流油糖一锤呀！铁岭的葱，开河的蒜，长途的玉米光灿灿，给座金山也不换。透过餐桌看名声，辽沈大地沐春风，一年更比一年旺，小康路上唱振兴，大美大爱是辽宁，大开大合真性情，多说别的没有用，辽宁人民指定行。欢天喜地闹元宵，我们组团来报告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您收看到。